送喝多的富婆回家闹了个乌龙，结果成了他的司机。你没事吧？我来我还得填个面试表啊，我去走了。别填表，等他填完了喊我啊。这小姐姐好好看，我去，真服了，填填填，挣点窝囊费。身高177，体重120斤。你这细狗啊，你叫什么？不，你们公司问这问题正经不啊？问啥答啥得了。你喜欢啥样的女孩啊？头发长，个高，大眼睛，最好像舒淇一样嘴大点。你出去吧，这没你事了。这小姐姐腿都快赶上我命长了，这个也不短。瞅啥呢？我就目送人家一下嘛。喜欢腿长的？倒也不是吧。你看我腿长不长？他这表情好像不对呀。哎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，我正经人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别过来。禽兽不如正经人，取车去。啊！吓我一跳！他不会潜规则我吧？